好啦，咁去睇下呢個充氣奇蹟。咁呢個展品呢有好多風波嘅，佢中間有五個展品。咁去咗兩次呢都係得兩個展品就展出嘅，其他都放咗氣嘅。咁、我就搵咗圖片俾大家去品評下。喺呢個香港站嘅 A 出口上電樓梯行去條天橋，向呢個天星碼頭嗰邊去。亦即是这个、中环海滨公园或海滨长廊那里，或者是这个摩天轮那边，那里有一片大空地，很多时候都有些展览在展览的。我去了两次呢，都是见到两个展品，其他三个展品都放了戏了。希望大家用客观的观点去评论这个作品，留言给我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。感谢观看，记得订阅香港背包，有新视频第一时间通知大家。